高粱酒って何ですか？就是台湾很喜欢的一种酒。お酒？はい、台湾的酒。酒だねす、水です。すみません、すみません、すみません、すみません。就呼应他这个酒的话题嘛。黑木瞳开水雾灯高粱三七七，周兴哲双料入围金马，被问及当新人。大家好。我是黑木瞳。62岁的日本知名演员黑木瞳曾以《失乐园》获得日本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，这回呢，她应邀来台参加金马电影大师课讲师，同时也担任第59届金马奖颁奖人哦。她刚出来的时候，我都被她美到，我就想，她们信心会转变。因为有的是现在可以先去换出来也可以啊。台湾金马奖压力很大的。Best one, best two, top one. 这样啊 ,Top 10ぐらいになりたいです。Top 10, 大丈夫。誰が選ぶんですか？メディア。じゃあ今日メディアとコメンテーターと食事しましょうか。なんかもらうの？不会怎样。照片比较大。1,2,3,4,5,6,7,8,9,10 だった。Top one.哇，高い。で、ペンは？OK。次、ペン、ペン。せっかく日本から来たのに。那就问他们啦。应该提醒一下，旁边那个不是水，是高粱，他随时可以拿起来。高粱酒。嗨，50%。高粱酒って何ですか？就是台湾很喜欢的一种酒。お酒？嗨，台湾的酒。酒だねす、水です。すみません、すみません、すみません、すみません。就呼应他这个酒的话题嘛。你要跟他讲，我访过大概100个日本艺人，他绝对是我第一名碰到亲和力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毎回言ってんでしょ？哎，对，差不多。すみません。27岁的情歌王子周兴哲以电影《我吃了他一年的早餐》双料入围最佳新演员与原创电影歌曲，也将在典礼现场。想知道你在想什么？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？可是心非说我。怕失去，所以爱没说。我最想拿哪一个奖？最想拿新人奖吧，因为新人奖是一生只有一次机会，所以如果可以拿新人奖，会非常开心。嗯，很正式，对，我很久没穿那么很亮眼，对，很奇妙的。西装，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未婚妻有跟你分享什么？他就是你的幸运物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可以这样说，对对对。那如果拿了新人奖，会急着当新人吗？哇塞！哇！我们都有在安排中，对对对，所以如果好消息会跟大家说，这样。